好，叫我们吃生肉大餐。这咖啡生意馋了吗？这芝士酱咸咸的，真香。深夜炸鸡总是格外的诱人，特别是对于这个点还在刷抖音的你。这个是新品巧克力蛋挞，好烫。这个芝士酱烧到最后没有多少，好烫哦！人工降温。好弄，又烫又嫩的芝士鸡腿，谁不爱呢？现在这小块就留着慢慢吃，这个视频已经拍了15分钟了，太长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